我吃。你注意到藏在里面那个荆棘冠了吗？那个荆棘冠看似不起眼，却占据了最易守难攻的位置，想必它就是破局的关键所在。虽然找到了破局点，可我并没有可以高速突破的手段。你对付吉拉，这些荆棘交给我。你有办法？没错，只不过啊，稍微需要一点时间。这小子是踏风族的，混蛋，别想得逞！切，来世的骄傲。我们有火焰，你拿什么跟我拼？吉拉，你可别太自以为是了。滚滚滚！滚！沙罗曼达，该你出场了。接一个，你痛死我了，吉拉，痛死我了！喊什么？一会儿把他们拿下，让你吃个够。一点，我还差一点，会让你得逞的，去死吧！